就去给人家偷了汤圆嘛。结果那个主人就发现说，你偷了我的汤圆。那个小偷就说，哪有，我没有偷你的汤圆，我发誓，一直拍，我发誓我没有偷你的汤圆，我没有偷，一直拍一直拍，拍了他就拿出来，所以他偷了汤圆藏在里面，就拿出来，你看这是元宵没有，不是汤圆啊。好笑。好，那大家一边吃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拉比哈，今天很开心哈，大家都能够抽空回去呢，都还要回去再策动我们的伙伴哈，都来报名哈。那现在我们请那个第一场哈，我们首先呢就邀请我们的中区职联会的婉晴会长呢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职联会的主旨宗旨是什么？当我们越知道我们职联会的目的。功能还有它的效益的时候呢，我们会更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中区活动，对所有的活动啊，然后呢，进而把这个组织带起来哈。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婉晴会长。好，各位最优秀的阿比老师，下午好。好。今天一开始就先让你们来个甜头，对不对？就可知道今年新的一开始，大家觉得怎么样？开不开心？人家说是甜的，血糖是会上升，上升是会非常的开心。所以希望在今年2021年的一开始我们的组织都能够打出一个红盘，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那虽然在吃东西，但是要回应的时候。回忆一下，但是要先冷静下去，不要好，我要滚出来哈。好，那我想说今天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拉比老师能够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边相聚那其实有个最主要的目的，我相信各位来到美乐家，一定不是想要像现在这样子而已，对吗？对。我们一定是想要找更多的人一起来经营美乐家，协助更多人在美乐家进阶。其实这也是我相信你来到美乐家最主要的目的。但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自己团队有很多的小组跟聚会，对不对？对。但是走出你们的团队，有什么样的平台，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合作？职联会。是不是职联会？是。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我们团队的老师嘛，可能我们的小伙伴，可能在聚会也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平台里面来听到各个老师不同对美乐家的看法，就像刚俊荣老师讲的，我们很棒。你说我今天没有在职联会，你有可能请俊荣老师到你的小组，老师我只有三个伙伴，那你今天可不可以来帮我讲一场？你觉得你有机会邀到老师吗？没有，对不对？但是今天其实你只要你来，你把你任何的人邀到这边来，是不是有老师来帮你分享美乐家？是。这个叫什么？是不是叫做借力？对。人家说借力怎么样？实力费力所以其实今年的职联会我的想法，因为我今年很荣幸担任今年的职联会的分会长，所以我就很简单的跟各位分享，我今年只有一个主旨，两个字叫做扩展。什么叫做扩展？比如说今年是你一个，今天是你一个人，你下次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叫做一加一。所以我们今年的目标只有一加一。所以在任何职联会的活动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不管今天是什么聘请，我们大共来做一件事情，叫做一加一。也就是我在任何的活动，我都邀一个人来参加。各位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不用多你看现场这些50位拉比，你如果拉一位，那就几位了。100，再一位，再一位多少？200哦，不是150呢，是200。200这个会场会不会就爆了？会，就爆了所以不用多，所以你只要一个人邀约3位，这个会场就挤不下了。所以但是这些来到会场的人是有个最主要的目的，学习跟扩展。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就是在场所有你们。都能够担任拉比老师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今天邀来所有的伙伴的典范。那你们就会以身作则的，在每一堂课里面做一个最好的准备，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要找各位来培训各位的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各位一个期许，我希望我们今年到年底的时候，都能够为各位找出2到3位最优秀的伙伴，各位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有3位伙伴，你现在是什么聘请？是不是总
监六。那如果你现在是总监六，你是什么聘请？是不是就资深？这是不是各位想要的？是吗？是。那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做？要。好，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好，一起加油！谢谢。来，我把大家放下，还给我们的徐佩老师。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心宇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引导我们为什么要培训。那个拉皮讲声，掌声欢迎我们的心宇老师。好，各位中区的拉皮老师们，大家下午好。好。我是千宇，我昨天吃的那个钙跟 D 三就突然长高了，为什么？其实我今天是来帮千宇老师代班的哈。好，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培训拉皮讲师哈？来，第一就是说为那个成为公司的产品讲师做准备，你们想不想考产品讲师？想。好，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吗？卸妆油，那个蓝色的那个海洋系列的卸妆油。我们是不是都还没有看到，对不对？但是产品讲师已经在用了。对啊，所以一定要考到产品讲师哈。然后来第二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升自己那个面对面的沟通表达能力。我来分享一下，就是以前我刚进美乐家的时候哈，就是学习，就是推荐了，很开心上了总监，对不对？然后接着就要去干嘛？开箱，对不对？开箱一开始就是推荐人会陪你三个，然后第四个的时候我就信心满满哦，我比你还会讲，我觉得我听三个我很厉害了。结果一到我自己讲的时候，讲的哩哩啦啦 K K， 就是心里想的跟讲出来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拉比训，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沟通跟表达能力是很好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那个拉比讲师哈，我们一定要参加。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分工合作，互相帮忙，充分借力。怎么说？因为我觉得来到台中这个联合团队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很多团队的老师，比如说像莉莉，我就觉得她超优秀的，对不对？她的精油是不是很厉害？她的彩妆保养也很厉害，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带朋友来，朋友都听我们讲，就可以带去相关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又可以认识很多优秀的老师，这样子。所以这个参加拉比讲师的培训真的好处很多。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会对美乐家的全产品以及事业的发展，就是掌握得更清楚、更了解。比如说现在要你讲出成功七要素，你可以马上全部讲出来吗？不用考虑哦。好，就是你可以更清楚的掌握每一个要素、每一个环节的衔接点，那你在跟带伙伴的时候就会很轻松这样子。所以呢，参加那个拉比的培训准没错，这样子哈。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我把时间还给主持人。我的身材是这样跑出来的。好，那我们谢谢心宇老师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赖姐哈。来分享我为什么要成为拉比讲师，掌声欢迎赖姐。谢谢大家，好吃哦，好吃，好吃。疲惫哈，好，排队排很久哈。好，各位你如果去，好，那今天下午听那个拉比讲师在讲什么，有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说？哦，我若像安尼，人就好嘞，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若像伊这搞表达型就好嘞哦。啊，人很奇怪哦，啊，对无熟识拢这搞讲，啊，对熟识拢对平常。各位跟进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你要去跟进的时候啊，这是什么方向？啊，那别人讲啊，去啊去啊去，都快跟进就好啦，吼。啊，来跟你讲，啊，要想啊去，想啊去，想啊去。其实。之前会用要培训拉比讲师，第一个就是希望各位有胆识。你有讲话啊，哎，把人给他恭喜，不要听这样，跟连麦恭喜的吼。那你看刚才坐在他前面都不是他的会员啊，他胡说八道都没关系啊，对不对？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啊，我很喜欢会员的光环系统不要变。可是你这样拉比讲师是不会把你讲死的，可是他会有一个
什么情况？伊愈讲会愈老讲，愈讲会愈有胆量。大家搁较学了，上来分享的是，说哇，今天来一个他们讲说我唱歌，他讲的我很有感受。你们要用表赞美他，你发觉哦。哦，黑黑看嘛又大，你不能这样搞，我来这样搞。其实梅乐家吼，就是要有武大跟不要脸的那个，武大去讲，他脸皮厚一点，就是这样子啊。那怎么样脸皮厚？你有专业的时候，你脸皮就会厚。所以今天职联会办拉比讲师培训，第一个是希望你透过讲师的培训，你拉比的讲课可以让你对专业知识你有去追求。各位，每人都是要脸的。你今天要随便讲个什么奇医事吧，我叫你做实验，你会不会去准备？会。准备了就会精致。啊，你若无，反正叫做讲师，我来讲，迄大家问题讲，阿边安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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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线推荐人，阿边安怎呢？他没有给他指认，他就自己讲唔知安怎，跟他签名，我就爱报姓名哦，搞不倒鬼生囝呢。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来当拉比讲师哦，他可以从。对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他就会去学专业。他会说：“啊，你今天就是爱讲海洋这个系列。”他是不是很认真讲？你唔免你拢，行不要讲，就讲这三行呀，这四个行不要讲。那你一样事情专的，别的都专。各位，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孩子成绩不好，你各家每一科都好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的，就是你让他有一科先好，他们一两科都不及格嘛，你不要先让六科都及格，你先让他一科有及格。慢慢慢慢，他就会六科都及格，对不对？我是对哈，都是教育孩子的专家这样。那一样啊，每个产品是我有一个系列的产品，我是讲很精致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能力就越来越好？你能够把这几样讲得精致，你就可以讲很多样精致。刚才那个谁不是也举例了我们的王丽丽小姐嘛？那想要请你来管团队功课，想够搞哈？嘿，爱机来电话，哎，安赞安赞，来这个好，这个好。就是这样子啊，你不断的培训自己。那当你把产品讲精专的时候，你去给你人可以跟进行你什么理直气壮。是。你咧甲讲清吼，你会感觉伊若无用就做无彩。唔是讲我方法好无好嘛，唔是咱朋友要用唔爱用。即使我们很认真的服务的时候，你客人也会说我不要用嘛，有没有碰到？有。王丽丽，你有没有被拒绝的？有。但是他会怎么样？我光讲好，你都听也无啊，就是你笨蛋，不是我笨蛋啊，是不是这样子？你的心里也比较没有挫折的感觉，所以我们透过拉比的培训，我们希望培育更多的讲师，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讲总监级就可以进来参与培训了。我们以前是必须总三以上才可以参与培训，是希望透过你见习之后成为真正的拉比讲师。所以我们每一次排课程都会排三个老师。那你不要说我上课的时候才来，不是，是陪三个讲师，是那一个课程从头到尾都有三个拉比讲师。你以为你说的很好吗？你发现隔壁那个讲的比你好，你会进步？会，对吧？有吗？有没有这种感觉？拉比老师有这种感觉？像我今天听的时候在做实验，哇，这极致，一个极致，那他怎么会极致？他经过千锤百炼就极致啊！我们每次都放给回工实验你的极致啊，那道理是一样，所以。不是你有课那一天你才来 ，no， 是每一堂课你都必须来。你说啊，你赶紧就麻烦嘞，啊哪刚没探出这钱，你干嘛麻烦？没。好，你有什么想探出这钱吗？没。啊，那也要供啊，对吧？所以引进供，所以我们要求每一次你讲我排你是讲师，三个都要到场，不是你那堂课你才来，不是，我是希望你透过跟伙伴之间的互动，可以让你更亲近。那这个也是为了要培育你将来可以考产品讲师。我也是产品讲师，只是被 fire 的产品讲师，因为我常常产品讲不清楚，名称都讲不清楚哈。那可是我有我的骄傲啊，我的功德几年干西人啊，功德三天你都怕的，哎的掉。各位，你也考产品讲师，你有什么好处？你被礼遇，而且你可以第一线知道公司的产品的专业，还是为什么？那写在月刊上的都是比较官版的话，事实上他真正的经验或者是科学研究或者是认证都在产品讲师的时候才会告诉你，所以你必须在这里接受培训后总三以上你就可以成为产品讲师。那我们在这里就会不断的培养你进阶。那要怎么样让你进阶？你人要来，你的朋友要来啊，你只有你来我那个求你嘛是底下你啊，你一定要传你朋友来帮给抢劫你的，懂吗？
所以我们也会有相对对蜡笔奖是有很多的奖励。等一下我们的会长我会给他出来给您做奖励。我们会有让各位进阶的培训，我们也会让各位有奖励。那今天你来做讲师，你一定要邀你的朋友来，因为你朋友不来夸你夫妇，你怎样？情况要早晚起不怎么样？可是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老师老师老师，怎么样？你的朋友怎么样？不来夸你闲，你怎么能夸呢？哎呀，最不能夸了。其实在围在家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距离，你跟他的距离，你比你靠近，你比你靠好不？他比你强，所以他看你是这样看，这样看。可是当来这里没有叫你老师的时候，他是这样看你的，他会尊重你的，他会有不一样的改观。其实做美乐家，他真的不是困难，就是那个他用那种世俗的眼光在看你，所以才会说你要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成功，不能用你本来的面貌。所以你来这里以后，你无论你的专业的增长，或者是被朋友的拥戴，或者是你向别人的学习，都会让你在美乐家的未来里面有更好的位置。那你每一次来，我们会要求你有带伙伴来。我们不但赠予你的伙伴，我们会赠予你有伙伴的奖品，我们会给你记功，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们叫做与成功者有约。好比你记了多少点以后，你可以直接跟我下午茶，单独一对一，这样你喜欢吗？你也可以挑赵婉琪啊，你也可以挑小慧老师啊，啊，你直接想别人，我帮我也很好，还探究点什么好，所以。之前会苦口很用心的，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帮助你在美乐家进阶，但是你的能力没有提升，进阶就比较困难，所以提升你的能力或帮助你进阶，这是我们的宗旨。那今年我当之联会的教育长，我会用心，我会很努力安排不同的讲师，安排不同只要你想要去的老师，我都会以身相许请他来，因为我要去交换课程，你希望有个其他老师就干脆来，我改签我的学生去还他一堂课的哈。所以各位，如果你有想要听哪个老师讲课，你也可以在群组上，在拉比的群组上，你做出你的要求，我们都会答应你的。我们会让这个团队更圆满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婉琪老师要来卖房子哈，要来奖励各位这样。不晓得我们的那个会长，我直接介绍你就好了，不用署名哈。哦，是哦。那你看，对不起，别播。好，我们主持棒还给淑美老师。好，谢谢我们的教育长啊，赖姐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的单元哈，就是我们有担任过拉比老师的一个分享的哈。我会先呢，等一下呢，燕飞没来哈，等一下丽丽准备。那其他的，我们会有五名来分享哈，所以等一下会征求现场。三位没有的话，我的麦克风就会这样乱点到你就上来哈。好，那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拉比老师，就刚那个赖姐讲的好处很多。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当你进来哈，担任工作人员的时候，你的态度会变得更积极，你会去留意哦。然后呢，就算你没有伙伴来，你自己都要来抢着当拉比老师。为什么呢？又会有照相啊，你就会拍回去给你的小组啊。那伙伴是不是看到哇？那个玉馨怎么那么，玉馨老师怎么那么积极啊？因为积极的态度会吸引想要渴望成功的伙伴跟着你，大家说对不对？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比如我今天是要当那个官网的那个讲师嘛，但是因为主持，好，那有安排到，因为那时候我去年有登记，可是我今天就去特别去看一看，哇，丁丁老师他怎么介绍这一堂课，然后春青老师他怎么介绍这一堂课，就像赖姐讲的，那这样子学到的话。你准备一堂课的话，学到的话有什么好处？是就回去就会去推了，推你的小组哈，你的经营者伙伴，官网要怎么使用，怎么去带我们的经营者啊，新焦点，还有带我们的消费者要进入哪些好，所以这个积极的态度一定是协助我们的组织哈，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哈。好，这是我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丽丽，丽丽，好，掌声欢迎。各位拉比老师，大家午安，我是丽丽。丽丽好。那我从开始担任拉比讲师开始，那时候其实是为了想要让自己更进步，因为其实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做练习。老师常常讲啊，反正对面做的不是你的会员，讲死都没有关系。所以其实虽然老师这样讲啊，但是其实
个任务的时候，你是非常的用心在准备的。那我有发现说，其实不管前面，因为我也有曾经，担任过程中前面只有一个人，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场子，我就是要把它说好这样子，所以我就会非常的认真。那透过这些日子来担任拉比，我自己给我自己，其实我有发现我自己越来越进步。第一个是我在面对人群的时候，我比较不会怕，其实我很容易紧张，所以不管上台我都会非常的紧张。可是透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因为没有一次是缺席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是我给自己，因为我既然如果我没有比别人聪明，我就要比别人认真，这是我一路在美乐家我一直告诉我自己的话。别人学一次也许学一次就会了，那我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吸收比较慢，那我学十次一百次反正学的东西都是一样，我只要认真学习我就一定会进步。这是我一直以来在美乐家，因为我自己有在身心里学习，我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只跟我自己比较。我的老师季凡老师还有婉琪姐常常告诉我说，时间是我自己的，我要成为我自己的贵人先，所以鼓励大家每一位拉比老师一定要全力以赴。以上，谢谢。好，亲爱的老师还有拉比所有的伙伴们，下午好。好，我是玉馨啊。我觉得说我去年我第一场是讲精油，那因为精油玩很多年，可是我没有在讲课，有时候只是做轰趴。那时候真的接到这样子的任务，就开始准备我到底要怎么讲。所以那时候我最早是先学千里老师他的一个说法，那慢慢的我自己本身有一套流程出来之后，我第一堂我真的很感动，那个丹琪老师就跟我做赞美，我真的是觉得信心无比哦。那所以说我第二场第三场在讲，我就慢慢就又在修正。所以说其实参加拉比方面，不管任何主题方面，我都觉得说让自己本身再重新的去整理自己本身的一些不管是我用电脑或者是我用那个 CRT 方面的资料方面，那我都觉得说比较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流程感。因为这样子自己在讲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讲跟他能够在看，我就是双管齐下。对于说到我面前来的所有的一些新朋友也好，或是我们一些朋友们，我觉得对他们是有些帮助。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使命感哦，因为接到任务方面，我是希望能够帮助到，能够来到我面前，他是有所帮助的。所以从拉比方面，我真的是与有荣焉，而且呢，让自己本身能够让慢慢进阶到能够产品讲师，这是我今年目标。谢谢。大家午安，我是成功团队的慧珍。大家好。我来分享说，担任拉比老师的收获哈。那我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是自己学习的部分，因为自从参加拉比老师的受训的授课之后，然后开始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实验开始到应用产品，然后到精油，还有我们的家庭。个人聚焦这些，慢慢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做成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拉比老师的讲课的内容。那其中收获最多的是自己，所以我觉得担任拉比老师就是提升自我的能力。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是成功团队的那个锦绣家族。那我有把我们组织里面的两位伙伴都拉来当拉比老师，我要借大家的手掌声鼓励他们。一个是春菊，然后一个是秀玉，是我们组织里面的伙伴。那么刚开始他们的心态都跟我一样，要跟讲别人听会不好意思啊，会紧张啊，担心自己不好啊。可是我觉得他们越来越厉害了，尤其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越来越能够驾轻就熟了。好啊，所以说我很感谢资良会提供这个机会，这个平台给我们学习，谢谢。大家好，我是雅婷，然后我来自成功团队，然后我是那个超越家族，那我推荐的是千羽老师。我今天算是拉比很新手，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担任拉比老师。对，所以我觉得我一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千羽老师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怎么
怎么会是我？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去担任拉比老师，因为都是习惯就是在那边听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可是其实接到任务之后，然后不行，就是既然已经接了任务，那就是必须要去执行。那像我今天做的事情，那个家用清洁的部分，那家用清洁部分其实老实说，自己喜欢的产品很多，但是一定还会有两三样，其实你是没有接触过，或是你比较没有那个心得的，所以你会去逼自己去听一些分享有分享过这些产品的人，好，然后去听他们怎么讲，然后把自己的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蛮谢谢我的推荐签约老师给我这个任务，那我真的是学到蛮多的。那我也是很跟弟弟姐一样，就是很紧张的，像我现在是手汗流很多，可是我就是逼自己一定要上台讲几句话。谢谢大家。Hello， 各位家人们，大家下午好。好，我是冠冠。好，成为拉米讲师从去年到现在，其实自己真的收获很多。那在这个拉米的，就是培训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因为是小组，所以我们更能跟我们的伙伴们互动。那我自己很大的收获是，我开始觉得，虽然产品使用很久，但是又会再一次找回对这些产品的热情。那今天分享的家用那个个人清洁系列，其实讲到最后呢，大家给我的回馈就是，对耶，这些东西真的每个人每天都一定要用到。那这么多的种类到底要怎么用，就是开始有了很大的，就是有一些方向，然后也针对不同的需求然后去了解，所以就觉得说每一次的这样子跟大家分享，身为蜡笔讲师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可能现在来到我们面前的这些伙伴家人们，就是不会分离我，就是把自己所能了解然后自己再重新整理一遍自己。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我开始讲话不会发抖，因为我原本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会一直发抖，然后会一直流汗，到现在就是可以很完整的把这个内容讲完。最后就是我想要勉励自己还有勉励大家，是拉比讲课我们都有20分钟，所以这20分钟就是很关键，因为我们一定要在20分钟把我们的内容讲完，就是这个时间的掌握也是我自己还要再努力学习的地方。以上分享，谢谢。好，我们谢谢以上的五位拉比老师的分享啊。那当然了，刚刚都是美女，对不对？对。好，现在我们来邀请帅哥，帅哥，帅哥，举手来，四幺一，右手二，请准备来，掌声欢迎。你刚分享。是啊。各位伙伴，大家午安。我是 InFuture 的世阳，有些人应该看过我。然后我去年担任拉比的话，主要就是在会员权利跟带矿超市，应该有人给我带矿过哦。那其实我当拉比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在平常带矿我的会员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遗漏的部分。当我拉比老师之后，其实会想要把一些该做的地方做得更完整一点点，因为毕竟不能冒亏，对不对？好，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会在选课的时候会选我特别弱的部分。刚刚我看到那个，我们刚好一张，我就特别勾了一下，我想要在今年加强的一些课程，例如说我的实验，真的，阿雄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就很想对他看齐，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做这个准备功课的时候，就一直看他的那个影片，一直看，把自己觉得不足的地方哦，然后我也勾了ABC 啦，还有勾了这个。保养不是彩妆，是保养。就是说，我会把我想要加强的部分，然后在拉比的这个老师或者训练里面呢，把自己加强的更厉害。我觉得如果自己变得更强的话，我的会员们会得到更多的资讯，而且呢，我以后的经营者也会越来越强。这是我觉得在拉比的这个老师里面最大的收获。谢谢。好，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右手，右手好。好，那个我分享做拉比讲师的收获。其实实验会做这么好，我只能简单讲说，一开始是被逼的。对对对，就真的是被逼出来，因为要做家庭聚会，一定要做实验嘛。那只能看先看着手册，开始一直不断的练习。那也因为
千锤百炼的次数之后，你会慢慢的从中去找到怎么说让对方更了解，因为你会自己去听说，哎，我这样子听，我这样子讲会不会有收获？那也因为这样子，因为我的推荐是丽丽，对，学完第一次实验之后，就连续办三场的家庭聚会，做实验给会员看。那我相信很多事情真的是自己强迫自己去学习，才会有所成长。如果我们每次都只是选自己擅长的，或者是自己表现得很好的，你成长的幅度就没有很大。所以课程有很多，我觉得都可以去挑战说，一个是你自己擅长的，但是另外两个你可以挑战你不是那么擅长的课程，然后让自己在每一家的产品上或者是每一家事业上可以更精进。对，以上。老师有很多好处哈，然后接下来呢，大家手上哈有拿到这个一个登记表哈，那上面呢，我们同步来做哈，有填表人，好，那当然是写上你的名字，那你填表人的上面呢，麻烦你写个 ID， 就是你自己的身份证字号或会员编号哈，填表人上面再补个ID， 那后面呢写一个团队。写上您的团队，然后您的聘级就是您现在的阶衔哈，写上去。那聘级的最右边呢，再麻烦您补上一个推荐人，因为我们伙伴哈实在太多了哈，那新伙伴也很多。那如果写上您的推荐人的话，我们更清楚您是哪个老师的伙伴哈。好，我们先静静的写下来，然后我们每一桌呢，麻烦您选出一个组长。那我们选这样好了吧，坐在中间对面头发短的那个当组长，中间对面头发短的，好，请各组组长请举手。哎，中间对面这个头发比较短的，还是你们中间对面？啊？怎么样？少一张吗？来，工作人员那个老师，新宇老师，还有吗？这个纸这边少一张。那组长做什么就协助哈，好，写完了呢，那我们这个我们的拉比呢有两个单元，一个叫产品学院哈，一个叫做事业学院。刚刚那个世阳有分享哈，那你还没有担任过拉比老师的呢，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好，开始来担任。但是呢，你过去已经常常讲啊，不要再一直讲同样的领域哈，要去突破你想学习或者是你想突破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呢，每个人至少要选一到五项，你要填，对。但是如果你只填一项太可惜了，好，一到五项，那选三以上的话更好。打勾，对，那个这个蓝框啊，这右边不是有两蓝吗？好，你就打勾。顺序没有，不用顺序，但是你个人想要表明的话可以。好，那但是是给我们老师做参考。好，我写给你一个标准。一，每个人至少一到五项，但是选一项的话太可惜了哈。那你这样久久才会轮到你，三到五项的话更好。那组长帮我看一下每个人的那个上面的基本资料要补的 ID 跟推荐人要补上啊，快来。勾后面啊，后面哎，这个两栏跟勾后面就好了。那每一桌好阶衔最高的老师呢，就麻烦协助辅导。实验的只有一个人可以勾几个？五个。真的吗？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哈。到五个，我已经勾七个。我已经五个了，勾在中间这里。对。
要写对哦。当美容的，嗯，你弄美容的，我两个都有播，因为完全不懂，男生介绍美容最强，真的吗？这个不是要让各位来上课，是你要来跟别人上课啊，第一个来讲手镯啊，是要勾你最强项的一项两项安妮，你可以讲的第二项第三项，所以最强的一项都是两项，你第二强的三项加起来五项这样子。你不要说我不会，准备就会好不好？所以裤子也要放嘛吼，所以衫奶要放嘛吼啊。你有减肥如果有绩效你也会讲嘛，对，一样啊。你放心哦，一定有前辈先带领的人。就你只要没有讲过。谁？我昨天才讲。昨天才讲。昨天在经营会的时候讲。不是要你来学习哈，是要你来讲课哈。我的伙伴勾了十几个。他以为他要来学那十几个，不就我应该来学才，要学我的伙伴就才知道，他来教我，所以不会上课，只会做练习，不会自己学啊，自己学，自己研究，自己拜师，要分太硬了，所以是自修，然后一段时间考试这样的。我们会就会被排上去，就被排上去了，就直接排，直接进实战这样。直接实战。如果写好了，可以交给。好可怕。写上去哦，要把你的会员号码写上去，你的推荐人写上去哦，不然我不知道是谁的哦。推荐人也写上去哈，这样我才边有头再有主，这样可以找到人啊。写好的举手，写好的可以交卷啊、哦！我们先看一下写好的举手，来帮忙收一下，写好的帮忙收一下。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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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的交给组长，原来是要抢的。组长是谁？你哦，不是我，组长是大老师。嗯、我们就是传承哈，今天有个干部干部了哈，组长，请过目。好，你们自己可以拍照起来，因为怕忘记嘛，对不对？来，等一下，我们来个从上面前面拿着你的拉力课程表单拍上去哦，来，先拿着自己的。思雅，你在这儿。好，你自己先拍照起来，牛皮哈，不然会忘记。我拍了。那我们从前面来拍一张。啊，我拍。还要拿着，再拿回来，要拍照。来来来，每一个人把你的那张表竖起来，竖、啊、起来，我们表后面。来，表拿起来，对，让我们拍照、哦。好，恭喜快乐，那就给今天看电影。都完了。好，下一个。可以拍到五吗？看后面，坐到后面的。哎、欸，他没有拿的，赶紧拿起来，来来来来来，后面的也可以站起来，好，来，好，你放一放。哦，你们被骗了！证据，证据。好，那拍照完交给组长。那组长那一桌哈，收起的就交过来给我。新的，拍照也放了。一组一组收哦。好，这组好，谢谢。嗯？好，是吗？谢谢。这个不好意思，来来啊，组长，没有试过。换笔就行，没有那么笨。好，谢谢。哪一个东西有这样？没这样。好，谢谢。嗯、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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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存证哦，是，随便帮他指一个，对，就是不要进出来，越多进步越多。好，是这是那个，好，你跟我一样。哦 ，OK。哎，还有一个英文翻译吧，试一下英文翻译。好，谢谢，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哈，我们邀请到婉琪会长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拉比规章，掌声欢迎。学习的对象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大家要在一起，我们一定有大家要共同遵守，对不对？对。因为包括我们要成为老师，那我们到底在成为拉比讲师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部分是我们大家共同来遵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哦。那各位不用拍哦，这个等一下全部都会传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以后，我们会成立一个全新的2021年的拉比群组，里面不会有不来进阶的伙伴。这样各位可以听得懂吗？懂、只要你要加入这个群组，就是你今年往后走的每一步都要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既然要遵循这个我们在进阶的过程，我们有几个部分是我们大家有共识，不要成为到一点的时候发现，哎，冠冠还没来，因为他会准时说点，哎，冠冠今天不来，哎，怎么已读不回？各位这样我们很害怕。那如果一个、两个、三个，那这场还要不要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哦。那在这个讲之前呢，我让各位新的拉比讲师有个心理准备，并不是你今天在这个场子，我们就会排你来讲课，这样 OK 吗？好，你今天是要先来上课，而后才能够讲课。因为我们今天讲出去的任何一句话，是不是都有直播？对，都有录影，对不对？只要你有直播有录影，你就不可能说你讲错，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互相学习。那就如同刚刚麦姐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要来做培训，那如何培训？各位，你知道最有效的培训是什么？各位，你知道吗？是老师在台上讲，你在台下听吗？不是，对不对？是不是互相学习？所以各位，你的每一个上场拉比，你所讲的课程都成为下一场拉比讲师的一个什么模组？所以我们叫做互相学习。如果我今天是个拉比，今天运心讲精油的时候，我是要来上课，准备我下一场要讲课，这样各位了解吗？我们要用拉比来培训拉比，这样有没有很强？有。我们不用老师来培训各位，我们用拉比来培训拉比，大家都会很强。为什么？今天精油我可能是个新科，比如说今天铂尖，对吗？好，今天铂尖是新科，他觉得说哈，我都不会，对，我就是要你都不会。因为你今天是来上课的，不是来讲课的。今天伯杰来听完玉馨讲精油这一季之后，伯杰你可以告诉我们的教育长赖姐，下一季可以排我讲精油吗？这样 OK 吗？等到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你告诉我们的教育长。那为什么刚刚写大写聘请？因为大家有一些讲师是都原来的讲师，你就会排到授课的部分。那其他所有的拉比的老师，今天只要你成为中区的拉比老师，我都有责任要让你今年进阶。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几个今年为什么确定可以进阶？既然我讲出来，就是一定会让各位进阶。好，那要进阶，大家配合什么几个很重要的嘛？哈，所以第一，我们现在成为拉比，我们先来看一下成为拉比讲师的一个规章哦。第一个，只要今天排到授课的拉比老师12:30，麻烦您到场，可以吗？可以。所以如果您迟到，你
你一定告诉另外一个老师，你今天没有办法找到。好，有的时候带小孩啦，前面一个 case， 我们是人，总是有弹性，但是你要让其中一位知道你的弹性在哪里，好不好？好，因为我觉得安全还是很重要，所以12:30产品学院的讲师应被我当次分享的产品。今天我们不是来看图说故事。今天我约来的人是要怎么样？不但要有消费动机，希望有经营动机，所以希望你今天所有授课的产品都能够什么，完全准备到现场。如果没有，真的没有，你的团队也都没有，你可不可以在拉比群说我没有刮胡泡，谁有？可以吗？可以。对，你总会支援嘛，总会打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求支援到我们的产品备位为止，好不好？好，所以第一个产品学院的讲师被我当次分享的产品。第二，事业学院的讲师备好所需要分享的资料，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哦。第二，授课内容需事前备课完整，所以今天只要排名上场的，就是我们认为你已经非常有资格上场，所以不要再说我不会讲，我什么都不会，你就是会，好，你就是会，我们才会排你。第三，为授课拉比讲师可到其他当次哦，不好意思，当次授课老师处观摩学习，所以我们用拉比训练拉比的方式，大家才可以成长。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拉比讲师他突然学到一两个 mega， 不会是我们直升执行，他学到我们都要跟他学，有没有？今天我们发现，不管实验大家，我们今天每一场都好多人。对。那如果你有去听，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因为大家觉得听得很有趣，会想要叫他的会员再来听，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这样来造成我们台中挤爆这个现场。好，所以我们用拉比带拉比的方式来做学习，我们不会排拉比的课程，因为那些都是老师讲，你在台上学一年你也不会。好，因为只有你自己上场你才会讲哦。好，再来需安排当次做与对面的伙伴在执行总监联合会的直播站直播。现在有没有拉比讲师是没有在执行总监联合会的里面的？来举手一下，还是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举手没有关系，不会让你走出去。好，来，那我们那一组，我们请春景老师协助他们加入我们的执行总监联合会，还有没有？没有了哈，没有就要就在这边处理啊，好不好？好，再来，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真的没有在那里面，那你等一下请你的推荐人帮你加入哦。再来，教育长排定之拉比讲师，如果当时无法到场授课，请自行找到代理拉比，这样可以了吗？可以吗？好，因为我们的赖姐有时候你看，哎，我今天没空，没空，没空不关她的事，对不对？没空是我们要自己找到代理的拉比老师，所以我们才是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的哈。好，那最后每次授课拉比讲师需佩戴产品学院或事业学院的名牌，在下一次我们拉比课程的时候，我就会为各位准备好所有的名牌，名牌上面不会有你的名字，所以讲完课请把名牌回收。我们会有个大名牌，非常漂亮，会打上我们联合会的 logo。所以只要你单次是分享的老师，你都一定会佩戴那个名牌。所以当任何的伙伴带领你会员进来的时候，你最记得不要去坐在那位产品讲师的正对面，因为那位坐正对面的位置是要直播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老的伙伴，请你毫不犹豫的坐在老师的对面，好不好？好，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课程进行的比较迅速哦。这是我们在。成为拉比老师，大家需要共同遵守的。大家刚刚看完觉得 OK 吗 ？OK。有没有很简单？做起来简单吗？其实不一定简单耶，要变成习惯就简单了哈。尤其是准时到场，有时候看到拉比老师一点十五分匆匆忙忙，好像菜市场买完菜，然后大包小包的进来赶快弄哦。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今天带一个会员来，其实我不敢坐在你前面，因为你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呈现一个最专业的状态哦，所以你一定要在每一次的12:30就请你到场，把你的东西准备好，你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不管你要去搬入位，要去买产品，我们都不管你。好，但是你要找到第一个你桌上的桌牌，是不是你要授课的那一堂课？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接下来我要为各位拉比老师讲几个比较重要的奖励的部分哦，来帮我。好，下面我用嘴巴讲好了。好，第一件事情，刚刚大家是有拿到这一张。刚刚是不是有请大家把事业代表编号写上去？有。来，我跟各位讲，一定要写事业代表编号，因为从你写上的那一刻开始，你的资料我们会全程控管。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把您的所有的资料给公司。我们现在要跟公司完全的配合，让你在每一个月在这个行动计划的过程当中，都要公司给我们你在过程当中的每一步的结果跟资料。各位觉得怎么样？
现在已经是告诉你们说，哦，我们就是要来进阶的，大家要努力的，不会说那一种假球的话，我们这是要打真球。所以各位拉比老师，你们所有写上的事业代表编号，那刚有老师我说，如果今天我的伙伴是总监以上，想要当拉比没有来的，可以吗？可以。好，所以您就帮他写上，但是一定要总监以上，好不好？因为我们真的是要让你成为来授课的拉比。那请你写上你的事业代表编号，写在这边。那我们回收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团队，因为这样公司比较好抓资料，我们会根据团队把你所有的资料全部给公司。好，那我们在每一个月我们会办拉比的奖励。好，那我们怎么办拉比的奖励？好，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一张。各位拉比，你有这一张吗？这一张哈，我觉得在这一张我们用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个人，他帮我们把所有的课程重新定位。为什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各来拿来看认识美乐家跟精英美乐家？你有发现每一堂的主题都非常的什么时尚？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叫做轻资产创业？他已经不是认识美乐家那种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这一定是一个什么？非常有格调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谢谢，借助各位同学，谢谢我们的群文老师。你知道他未来要把这个搞出来，搞多久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就讨论了一个下午。老师就很坚持，他一定要这些。下面把每一个主题去做什么解释，就是老师的个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善用这一张哦。所以这一张的背面呢，我先来跟各位讲，各位这些是拉比讲师你要讲的课程。好，那我们会有一堂课不会在里面，就是什么 Q&A。所以现在开始呢，我们每一堂课，我们都一定会有一桌叫做 Q&A。那我们会给谁来讲呢？我们会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资深以上的老师。所以一样哦，老师在今年都会同时进来参与各位所有的拉比讲师。好，所以我们的资深执行老师就是，你如果伙伴经营一阵子，他遇到一些比较不是那么顺利的问题，他可不可以来上这堂课？既然是 Q&A， 有没有范围？有没有范围？没有范围，但是仅限跟美乐家有关系。好，感情问题不处理，好不好？这个哈跟美乐家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今年真的会协助所有的伙伴，你在心结的方面遇到很多，比如说你经营啊跟推荐人的关系，怎么去处理一些组织伦理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资深以上的老师来协助各位，好不好？我们要往下打，而不是只有在原地不动哦。好，那这一张呢？这张各位看一下，这六格，我跟你讲，其实这张最重要的，除了我们上课以外，最重要在这六格。你组织成长的关键其实就在这六格，各位可能都没有发现哈、哦。这张多少钱？300块，对不对？好，那300块，各位，你带一个新朋友来，没有拿张卡多少钱？三十，吗？多少？50，对不对？那带六个朋友多少钱？那这张是不是就回来了？值不值？值，你又可以免费带六个朋友、哦、所以我们只要所有的拉比，你今年开始，我们都希望各位你每一堂课都带一个人来，我们一定要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带这堂课来，你只是来授课，你到年底你还是坐在这里，你不会换位置的。所以我们要换位置只有一个想法而已，就是我们在每一堂课你都一定，我们大家都有共识，好不好？包括我们的资深执行老师，大家也可以一起，因为我们都有共识哦。我们一起来邀约任何人进到这个平台，所以各位你的责任有没有越来越重？因为我们是带人来让你什么教育的，对，所以您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哦。所以这六格就是要让我们邀约我们的朋友来哈。那六格就是六点，也就是你集满六格的时候叫做六点，我们会帮你去做登记。那如果说你拉比老师有人会告诉我说，哎，那我这些都没有盖，没有盖就表示你一堂都没有来上，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我今天是拉比老师，如果我来上冠冠讲的，今天讲的清洁，对不对？那冠冠可不可以帮我盖上？那我是不是有来上课？所以如果你都没有来上，你就不是来当讲师了。所以今天这一章你一定可以把它用完，只是你怎么用而已，因为你不会每一堂的每一次都排到你授课。所以两边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您只要集满六点，我们会有给你一个名额；再集满六点，会有一个名额。所以当你这六个人集满以后，请你再换下一张，这样你会很开心的换。会，你不要说我六点用完，但是我这里没有用完，我们就不管有没有用完，我们关键是你要我们带人来。好，那你用完之后怎么办呢？我们会在一季或者是半年。因为会有一些活动嘛，我们会办一个讲座，叫做与成功者有约。各位，我们是不是在经营美乐家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
自己的偶像，对不对？有没有人的偶像是比如说群文老师，有没有？小慧老师，有没有？千玉老师，有没有？有。那个赵老师、赵世正老师、黄玉婷老师，还有我们的赖依勤老师、廖新宇老师，有没有？甚至我们的资深老师，我们现在在场的，比如林春锦老师、苏继凡老师、徐佩娟老师、李淑梅老师，还有没有我们没讲到的，今天都讲到，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不是都有机会是你们的偶像？是。那你们有没有机会近距离的跟他们聊天？是不是没有？所以我们会办一个下午茶，来让各位你有达标，这个叫达标，你有达标的拉比，第一个你盖满六格六点。就是你一个人达标，再盖满六点，我可以邀一个焦点；再盖满六点，我可以再邀另外一个焦点。各位，我们来协助你去做组织倍增。我们今年已经不协助你们去做产品跟进，组织倍增才是关键。所以我们会办下午茶。那下午茶的模式呢？你一定会跟老师近距离的接触，你可以把你所有在经营不懂的部分，掏心掏肺的拉出来给老师，老师也会掏心掏肺的回答你。各位觉得这样好不好？好。这只有所中区的拉比，所以你不要把你自己不属于拉比的伙伴也拉进来，我们就没有要做这样的奖励 ，OK 吗？所以今天为什么告诉各位，就算你今天不是拉比讲师，也没有讲过课，你都一定要报名，因为你的事业代表编号，我们会请公司帮我们去做设定。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有进阶的，我们会表扬。那我们中区自己会去做统计，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在每一堂都要充分的把握？所以今天不是您授课才来哦，今天是有课您就要来，大家可以做到这样吗？可以，可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现场炒热，才不会我带来人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看今天怎么只有五六个人来，就惊啊，要不然今天有事先走了。不是，是你要勇敢的把你的人带进来，这样好不好？好，我们能够在这边大家一起进阶，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三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常讲，我们在美乐家要进阶家庭聚会，有没有非常的重要？有。各位，你非常会办家庭聚会的举手。你看，你看，有没有很棒？来给这位老师、两位老师掌声。你看我们50位的拉比，只有2位会办，所以他们2位要为我们50位办50场吗？不是，是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如果明年的现在，我一问大家都举手，都非常棒。是我们开始要做一个家庭聚会的串联合作。好，从现在开始，我们等一下会开一个全新的2021的拉比群组。好，我们在这个群组里要做些什么呢？我们要来开始家庭聚会的串联合作。就如同刚刚丽丽老师是不是举手？好，我们在这里叫丽丽老师走出去，我们就叫丽丽了。好，因为她还没上资深。好，丽丽老师她举手，她办了一场金牛的家具，但是她发现她这一场可以20个人来参加，她可能自己抠一抠，可能只有10个人。她如果把这一场DM 做完试出，主办人王丽丽下面写电话，你会很想去参加。好，我们就这样子，只要有人先 PO 出来，叫做先抢先赢，这样可不可以？所以各位，只要你主办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非常来期待你能够大家一起来合作，因为你要让你的伙伴听到不同老师在分享美乐家，大家是不是可以互相的合作，互相的引发动机，对吧？就像刚刚讲的，赖姐讲的，我肯定奇怪啦，送喜嘛，不会。门外观呢？各位也恭喜哦！每买一下一场，搞不好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家具啊。所以如果透过这样子，我们不用久，我们来考3个月，等到 FT 一月的隔月，我们又来办一个家庭聚会举办的竞赛，各位你会很热衷来参加，会不会？会。会，因为什么？因为组织要倍增啊。所以今年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区拉比的你们，今年所有要进阶的关键都在中区拉比的你们，你们要把伙伴找出来，都在各位的身上哦。所以透过彼此的合作，我们也期待在今年能够为各位在美乐家的组织打出一场最漂亮的全垒打，好不好？好。那我们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分享或者是叮咛，各位喜欢吗？好，喜欢。第一位，我的推荐人陈慧莲老师。你们好，我好啊，这个是范总。好。各位中区的家人，大
间哈，2020年之前的10年，每次我在台上都是年中、年初、年中不是年初，一年上一次台，我的印象。那也就是我大概有10年不在市场陪大家。去年的11月26号，我参加公前年，我参加公司的 SELC 结束之后，我跟副总说，我回来了，就是4个字。接下来我每天都在市场，没有停过。当然也交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那有幸今天在这边感受拉比老师的成功啊！我知道去年你们做了努力。那我之前过去的每一年的年底，我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就是会后的10分钟鼓励，团队的伙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做年度的计划，对不对？每一年都有美乐家的年度计划，我也在做年度计划，给现场的伙伴知道我有什么计划。我每一次的计划都是，接下来新的一年，我的行程是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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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那个国家、那个城市、那个国家、那个城市，每一个月都要跑一趟。2020年、2019年，跑得更凶，出去几乎是20趟，几乎人都在国外。那当然也拜，疫情之赐号，我把我留下来在台湾。那其实这几年的这样的生活，不就是当时我在22年前在美乐家第一次开经营会议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推荐人上面的老师，我的推荐人是宝哥，跟我同个月加入，我们一起不懂美乐家，但是他上面的王新丽老师跟严恩成老师他们比较清楚美乐家，他跟我们开了讨论了。为什么要经营美乐家？那个时候叫目标设定，是不是？我在美乐家，我只告诉他们说，我希望我一年之后一个月15万，因为这样可以安定我的生活。我没有熬夜过了，只能求平安过。然后呢，第二个目标是，每一个月我可以存收入15万，我花10万存5万，一个月存5万，一季就可以存15万。我一季要出国去玩一趟，这就是我美乐家最强的动力之一。那所以做美乐家成功之后，我会不断的让我出去。那前几年都是因为美乐家的 APP 啊，去哪里我们都去，然后总裁俱乐部啊，好，去了好几趟。后来呢，这个也可以自己走啊，跟家人一起走啊，跟好朋友们一起走。这几年大概是这样的生活，那当然也安定了家族的生活，好，那我妈妈的养老当然也没有问题，小孩子的教育也没有问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搞定一件事情，搞定三代，这次是美乐家。那我觉得现在的美乐家很好的是，可以有这么棒的市场，而且在2年前赖姐当会长的时候，给大家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跨团队、跨合作。让所有总监以上就有拉比老师的舞台，这真的是很好的，真的是很好，大家要珍惜有这样的舞台，让你们可以自我要求、自我成长。刚刚赖姐在后面跟我开玩笑说，光好不要改练百集这口，我看了上面的课程，当然我们都会没有问题，每天在用就会讲嘛。啊、哦，那他要跟我安排一个说什么 Q&A 啊？我说你千万不要安排的，我那一桌一定是2秒钟就结束的课程，不要20分钟。Q&A 的主题叫做什么？有问题问嘛，问答是不是？我经营从来没有问题，你们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有一个问题，我只有一个答案回答你，自己想办法。我一路的每个教都是这样子，自己想办法。所以这一次参加了大家的这样的拉比，我每次这一段时间回来看到了拉比老师的分享，我都觉得好棒哦。那真的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再来就是没有问题啦。那有没有挫折？有没有挑战？有，那怎么办？自己想办法。真的，自己想办法才会这样子。有机会，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的推荐人，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自己想办法，这样自己才会成功。真的，你们要很庆幸，就算没有推荐人，还有团队，还有你们的同侪之间，
好不好？所以今天未来的一年，因为还不能飞，我还在，好不好？我一起努力，谢谢。你的意思，你刚刚没在他排课，在排课，你该给他排光，他自己想办法，就放录音就好。那接下来，因为俊宇老师应该有事情，我先请俊宇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来，掌声欢迎最帅的男人。在超市等着我去导览，因为马上他要推荐这个会员啊，可是他产品讲不好，所以我就说不然来超市我来讲一遍，然后让他学。那感谢赖琪给我机会在年前跟大家做分享。那十年前我开始经营美乐家，到今年差不多到今年就是十年，2011年到2021年这样。那感谢赖姐跟我妈妈之前6年的时间不断的引发跟推荐，不断的用尽心机想尽办法，然后呢这个邀请我到会场，有机会来去聆听这样子。那十年来经过了刚开始也是一样什么都不会，所以呢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之下，那就刚刚小慧姐想想办法。所以我记得我刚开始在经营美乐家的时候，跟俊老师刚讲很像，是一个害羞内向没有自信。那你说我在台上跳舞，怎么会没有自信呢？台上跳舞又不用讲话，也不用拿麦克风啊。可是我们现在在台上要拿麦克风要讲话，而且讲的话还会乱讲话，还言之有物，所以那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跟我原本的专业领域是不一样的，所以隔行如隔山。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有一天我要上执行，要那时候没有叫全国，那是执行完就企业总监。如果我要上自己上企业，我不会拿麦克风，我上得了吗？一定上不了。但是我的目标又不是资深而已啊，那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办？所以我就那时候跟赖姐说，赖姐可不可以请你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要找人上台的话，你就找我。然后你先跟我讲什么，你不要管我会不会，反正你告诉我题目，然后我就去准备。那时候呢，我就开始从产品分享开始。那时候也没有像职联会现在有这么好的环境，就是自己的团队里面。然后就从小厂的产品分享开始，然后再来就产品讲，再来就讲小主题，就是那个可能前面有10分钟讲如何简单推荐，然后慢慢的就变当主持人，然后再慢慢变讲一堂课，然后再来参加公司的培训，担任产品讲师，然后担任事业讲师，然后帮公司讲产品课、讲事业课，然后再来站上联会的舞台，然后呢再来到海外马来西亚去受邀去参去做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马来西亚、香港等等之类的，所以就是一步一步透过环境来塑造自己，让自己强大。所以我想今天有机会大家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拉比讲师，愿意被培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是被逼来的，应该没被逼来的，都愿意被培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想要再更上一层楼，不管是自己的持续收入或者是自己的聘请。那想要往上提升，首先要先让自己的能力更强大，那强大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环境，那再次感谢我们的会长赖姐教育长能够有机会让我们做这样的学习，那大家我们一起努力，让今年大家都更好。 OK， 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就要隆重介绍孕育我们这位帅哥的爸爸跟妈妈，黄老师跟赵老师上台跟我们分享。老公陪衬啊。
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音乐？是趋势一直在改变。然后我以前是绝对不当公职人员，因为我爸爸在中兴大学，我住中兴大宿舍住40年，我老六，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说好辛苦，爸爸好辛苦，我绝对不当公职人员。可是时机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你绝对不能逆趋势而行。我是到88年左右进南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们是很早就进大学兼课，那兼课兼6小时的课，兼4小时，一个学校应该大概正常会请你4小时而已。4小时课跟专任，我兼很多个学校，10堂课的薪水大概20000多，专任就多少5万多，那我不要当专任，当然要啊。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再去读研究所，然后就进大学转任一职。可是没想到岁月不饶人，转眼快70岁了。那真的就这样子。怎么出来？总是要届龄退休嘛。那届龄退休的那一年2月没有年终奖金可以领了。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学校。一个半月公职人员加上当月薪水明明都快30万，所以突然间感觉到哇很可怕，对不对？年龄越大对我们而言，你在稳定的工作都是归零的。那在美乐家呢，我很感谢赖姐哦，因为坦白说我很慢，我是那一种我不会想说我要存很多钱那一种，我是够用就好，那这一辈子都靠吃，一直都很够用可是美乐家没有放弃，就进来的时候，我记得小慧老师第二个月就叫我参加 FTP， 我也不知道干嘛。他说反正我们的小组就是要去美国，2个月要推荐30个，30个哎，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说30个要怎么来的，反正我就说我也不会讲，我也不会做，我就推荐你进来就好。赖姐说反正你就试试看，结果我没想到我的半天就推荐30个。从此奠定了我在美乐家一年的收入都有30几万，就是一个月至少3万，这样子又持续了好多年，一直到我的孩子进来了。推荐自己的孩子总是不能想说随随便便带嘛，对不对？他的成功我也要负，虽然伙伴的成功我们都要负责，可是自己的孩子那种感受更深刻。所以我是孩子进来以后，我6年上职升，9年上职行，这很慢。可是这样子，因为我这中间没有放弃，然后也赖姐不断的鼓励我，然后刚好无缝接轨，让我在大学退休的时候呢，美乐家的薪水代替我学校的薪水，而且只有更多不会更少，是很棒。所以在这里呢，我勉励大家，真的不管怎样，团队是我们永远的家。赖姐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她的小孩跟我的小孩是一辈子的，我们永远在一起的，我的孩子就会跟他们来。永远的亲人，好吧？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事业好，谢谢，谢谢。虽然疫情，我的妈，我还是要抱一下。谢谢。好，那有一个蛮年轻的，看起来不像要当那个丈母娘的人，他要急着回去看女儿，所以我们要请那个丈母娘出来分享一下春节老师。这个像吗？像丈母娘吗？好，大家下午好。好。我经营美乐家已经13年了，然后我经营美乐家的时候是因为误打误撞进来的哈。那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故事。然后我觉得2020年是非常棒的一年，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换车，可是我不敢说出来。可是那个车子的形状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前阵子就是我有个朋友一直跟我说，春姐你应该要换车，你这样15年前开那个 Toyota， 15年后还开 Toyota， 谁敢跟你做美乐家？那我跟他说，我先生说我们不需要那么的张扬，好，然后说你们是不需要张扬啊，但是别人需要，别人需要看到你们改变，所以呢，昨天我把车牵回来了 ，Lexus。获得安定，然后我的大女儿24岁，她去传，她20岁去传教，因为我们是范德士先生的这个宗教，她传完教回来，从个性很不好变得非常的好，然后我的老二
他也去传教，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被从夏威夷送回来，他百般不愿意，我不想回台湾，我不想骑脚踏车。他现在在高雄，1月26号就会返乡了。所以我觉得赞美人家得到安定，但是也赞美人家变得懒了，我们不够努力，外面还有很多人很需要美乐家，我们一定不能只为了自己好，我们一定要去跟他们说。所以我们今年一定要进阶，好不好？好。害怕妈妈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真的很害怕。但是
欢吗？这几年走，好，这几年走，他们走的时候，我都在身边，因为我只要听到风吹草动，我就马上回花莲。包括我妈妈离开那个月，我一个月就回家四次，花莲哦，一个月几乎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我有掌握到美乐家这个机会，让我的人生没有遗憾。好，那现在我们这个职联会这个，好，我其实我很羡慕，我是一个很不敢上台的人。哦，哎，不敢说。然后我也是很低调的人。然后我看到各位总监级，大家都这么会讲，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好棒。然后来这里只会更棒、更优秀。好，那恭喜大家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希望今年不是希望，祝福大家今年都进阶连连。谢谢。谢谢，我袂使讲啊，看到伊安尼，大家拢有明白，我袂使安尼讲。这不是我讲啊，可是他已经在享受美乐家给他的富足的人生，他没有任何太多的任何时间的限制。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资深总监苏继本老师一分半钟。所以刚主持人可以简洁一点，让资深都可以讲那么久。因为我喜欢自由，然后我不喜欢被局限在一个时间里面这样，所以我当时进美乐家，我最强烈的动机就是不想上班，所以我在兼差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上到总监期，然后我就把工作辞掉了。虽然 Frank 说我们不要这样子，就是我们应该在美乐家的收入要比我们的工作的收入还要再更高一些，我们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衡量一下，我认为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自由是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然后我也可以同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在美乐家这边。那其实在美乐家这些年来，我觉得美乐家带给我最大的收获，虽然我还没有到执行总监，我还在努力成为执行总监，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透过美乐家我去实现我自己，我会把我自己人生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有列了一些梦想清单，那我大概有都有逐一的去实现的这些梦想这样。然后同时就是像刚刚千羽老师讲的，我觉得陪伴家人没有遗憾这件事也是哦，因为像那时候就是我奶奶还有两只狗狗，在他们要过世的，他们是分别不同的年，但是就是在他们过世的前半年，我就是我的时间是全部都在陪伴他们，所以虽然他们离开我们会难过，但是我觉得没有遗憾，我觉得没有遗憾这件事情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美乐家给我这样子，让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的主人，然后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想要借用大家的双手来感谢我的推荐人，就是婉琪老师。谢谢婉琪老师，他更新了我八年，我才开始进美乐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样谢谢大家。各位，我没有年轻的时候没有像你们这样说计划去旅行啊，计划去哪？我嘛常讲，我就请上来等下看几趟，看几趟。你看他也计划去旅行，还有什么自制树旅行，他说跟他的 FB 走，我想讲看，这样你妈笑两个，哇哦，会修的狗这样，所以我还是很感动哈。那我们的徐佩娟老师不在现场吗？哎呀，这 BNI 的总监呢，欢迎一下。一分半钟，不好意思而已。以前很害怕拿麦克风，但是因为加入 BN， 因为加入美乐家以后，然后慢慢的习惯拿麦克风，所以麦克风常常会讲很久，所以麦姐说要提醒我少讲一点哦。那我只讲两件事情，我的推荐人是赵婉琪会长哈。那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我跟他是陌生认识，我们俩完全不认识，可是因为美乐家，我们变成20年的好姐妹。我个人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所以从小都是一个很孤单的女生。但是在家里要扛很大的责任，因为长女，所以事实上来讲，我从台北下嫁来台中，所以年老的父母我会不会担心？就像刚刚千羽老师一样哈，
一样会担心，可是我觉得上了，虽然我们执行收入我还没有到，但是我觉得资深也不错，所以相对来讲我可以随时想回去就回去。好，那父母只要我觉得我需要陪伴他，因为妈妈跟女儿总是比较贴心，我就可以随时回去，所以平均一个月最少会回去一次，我每次回去一定回去两到三天。好，那婉琪也知道我这样子，所以他当我们这样从来不会找我，就是你去台北要跟进谁啊，他也不会，因为他知道我的重点就是在陪伴。那各位要想象一下，每个人家到底给人什么？给的就是时间跟你想要的生活。那这个在我们的传统产业，因为我以前当一个上班族的时候，要顾家庭，又要顾上班，然后还要顾公婆，然后还要顾台北的。其实你知道，我每天我常常以前讲，我的生活像一个陀螺，啊，吃饭从来没办法坐着，为什么？因为站着吃饭哈，那个应变能力比较强。好在我的胃还不错，要不然的话我大概就身体就会搞垮。所以我觉得美乐家给我一个自在的生活，那也鼓励大家哈，资深是第一个阶段，请大家一定加油，完成自己人生的目标，让自己的人生未来可以过得更好，好不好？好，谢谢鼓励各位哈。我们小慧老师进美乐家是29岁，林安珍是36岁，是我比较老实的几岁。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需要你们给他伸出双手的，我相信每个年轻人都希望像纪凡老师这样年纪轻轻可以背着背包去环游世界，你们很有机会帮助很多人。好，最后把主持棒交还给我们淑美老师。之前的群就会这样。那是今天晚上12点这里吗？对。好，那之前旧的也是2021，台中职联拉比群，总共49位的那个群会撤掉。那我们这个群呢是2021职联中区拉比进阶群，好，有拉比进阶群，要找群的时候。还没扫描好的请举手，还没好的，好，那就 OK 了。那会长还有没有什么不答？2月20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哈，2月20团办。最近我们也会报名 FTT 哈，那到时候在群组公布，好，大家就要开始准备材料名单哈。好，那我们用